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我是 Mr.15， 那这次进行的是第三次的 GOMO 的游戏录制，那前段时间是晚上的11:12，那早上开始这次的游戏录制啦。那这款游戏的话，如果前几集有看过的话，就发现这款游戏是非常的有趣又蛮搞笑的游戏齁，那它的话全程基本上是用滑鼠来控制的。那佐藤也大概录了半个小时哦。那这款游戏也是有观众跟我反映说，想继续看这款的游戏录制啊。那其他游戏的话也是依序的在昨天已经连续的恶补了一下，所以再来可能就是可以稍微放慢一下录制游戏的速度了。那我现在是13分嘛，我大概录到40分左右。好吧，这边要干嘛？这是发电机吧？好吧，我们用看一下。这边有个红萝卜，那我们就从脑袋拿出个红萝卜，来吧老鼠，得得得得得得，发电机，老鼠发电机，靠着三只老鼠，然后控制这个吧，推，怎么都没有，怎么都没有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是应该什么发电机吗？这不是在发动吗？还是我们要拿这个？等一下，好吧，那上次我录的时候差点就卡关了哦，应该冲这个吧，给他们取的意思吗？可以呢。我在上次录这个时候差点就卡关了，就是其实这游戏的解谜难度没有说很高哦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就是比对的方式，或者是稍微动一下头脑就可以解开的谜题之类的，因为它基本上这款游戏就是没有说是要非常的难，或者是非常的怎样的。那这是干嘛哦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哦？什么？这是打仗吗？这是哪里？这是好面熟！哎呦，这什么？这像战地时空二里，战地时空二不是有那个什么外星人吗？我在战斗吗？好吧，我现在把那个游戏的解析度调的，就是好像是600×800还是800×600吧，所以它就是右上角不会出现那个数字啊。就是之前我录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，右上角会出现那个录制。他小了，什么东东？为什么都在椅子上面会有一个？莫名其妙。哇，这要干嘛？开关，反正看到什么东西给它按下去就对了。然后呢？这有什么东西吗？就是哦，线路，接线路我会。不对，这怎么接？绿色、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。应该有一定的解法吧。哦，那上面有亮灯啊，你要让它亮灯就可以了。好吧，所以这个是对的，这个应该是跟这个，不对，是吗？随便的，不对，拆掉。好吧，这个跟这个，然后这个灯就亮起来了，这个跟这个，哦，有了，啊，有了，成功，然后按下去。人家这边打仗，你这边按东西，这是什么核弹哦？哦，咻！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这个家伙，人家这边打仗，你那边插花。重点是我们来这边插花干嘛？然后呢？完成的，世界恢复和平的，我们可以再听一首歌。哒哒哒哒哒，有了嘞，有了嘞！为什么坐在椅子上面就会有歌曲啊？莫名其妙。所以我们来这边是干嘛？后面有东西，那什么东西？红红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刚刚去那边干嘛？哦，这什么？小红帽吗？蓝人狗？哦，什么？这什么？哎呦，这是后面啊，被咬到了！哇，死了！又起来了。啊什么？我骑上去了，为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莫名其妙。
所以呢，我们要走了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刚刚那个蠢事情？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家打针，打针打到一半，然后青蛙，超纠结，给了，这边有图片给参考哎，好吧，想一下哈，佐藤在这方面不是很内涵哦，我想一下，这个应该是上面，移下来，移上去，过去。你过来，这个过去。然后有时候佐生其实对这个，有时候佐生会有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原理啊？为什么怎么排的话都可以，有时候可以成功，有时候会失败。那失败的点是因为你有排好还是什么样的关系？这是佐生不知道。然后我好像已经卡住了，这个怎么在这边？这个不是在这上面吗？好吧，把它移上去。过来，错了，下来，过去，错了，选，选，过来，下来，过去，上去，过来，下来，下，啊，有了，怎么怪怪的？啊，这样的，有了，耶，成功。这是什么？是除虫喷雾吸油厂，你还要把它收进去？你就已经拿到它了，你还要把它收进去？所以前面那个红宝石是干嘛的？那红宝石就没了吗？好吧，这是要给他的吧 ？Take it, 北西。除草剂啊！你用完都是丢，什么东西用完就丢，真的是哈，不懂得环保的家伙，什么东西？好吧，下去看看，这个手残的家伙。好，现在时间是11:19。这是老鼠吗？一把刀拔刀斋。所以我们要让把刀干嘛 ？Hello。给拿刀戳他吗？不行，拿刀切腹自杀。啊，不行，下去吧。所以那个箱子可以看。还是我们可以拿这个刀子砍那个，来砍那个植物，砍你，没屁用，好吧，没用，可是也不能走了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干嘛？没有别的路吗？上面这是什么？这一定有桥西，算了。下去好了，又卡关了，该死！这边过不去哦，只能往上走。好吧，过来看看，这箱子会有什么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开哦，还要开这个箱子啊？好吧，这什么？你就不会用手把是？你刀子用完就把它丢了，浪费。刀子可以拿来自卫的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大一个包裹，里面居然放一把小钥匙？而且你把旁边两个撕开而已，你撕开那两个胶带是有什么意义吗？你就直接手就从上面伸进去了，你根本不需要把那个胶带撕开啊！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。怎么那么笨啊？这家伙是谁啊？好吧，想必这只钥匙就是来开这个门的。顾名思义 ，open。好吧。开门，这是谁家？好吧，开个电灯。看那边有屁用？开啊，帽子哎，那是香菇吗？还是什么？小台灯，电哦，有点油。这边上去，这边可以过来，这边有开关。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工具箱吗？这是劳赖吧？好，放进脑袋里面。还有吗？没了，你就拿一把劳赖吧。所以我们是要拿劳赖来插这个东西吗？看来不是。好吧，我们上去看看。靠腰，你妈老鼠！北吧。No。关灯。
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开启吧。好吧，应该是用这个吧，修它。为什么你要拿那个戳哈？这样不会触电吗？我觉得这样会触电的、欸。你看，你要玩就丢，还往外窗外丢。擦。Yeah, rock。什么？啊？你摔不了了。什么？他就这样跑掉了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你还好吗？哦，这不是你家吗？你有病吗？这怎么啦？你没事，我在录游戏，就有那些讯息过来的，反正你想干嘛？好了，现在时间是11:03，你要干嘛？拉？啊、哦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拉坏了，那看起来像某个东西了。那什么？红针 ，We need a 坚果吧 ，Pepper cutter the need， 然后穿过去，然后就可以抓到它、哦，好像很容易一样。好吧，这边搜刮一下，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是要抓那只老鼠吗？还是什么？那往上走上，电梯往上，哎、欸，是往下哦，那不是往上吗 ？Yes。好吧，看一下。OK。好吧，再上去。上下楼梯就饱了。看一下，有人传讯息给我。好吧，这边可以在晚上吧？这边应该有三楼吧？三楼透天。上去，上去。对。往上爬，然后这个它完全不削脚，它的脚是多余的，干什么？啊？什么？顶楼？哦，这是天顶楼，屋顶就对了。好吧，再爬一次。认真的，这游戏很欢乐哦，它的音乐有没有？很欢乐。所以刚刚那本书是干嘛？嗨，你好。开啦。到啦，理解猫头鹰。对不起，继续。推不动。我要把这瓶盖打下来吗？好吧，应该是往上爬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切切，哦，你是用苹果砸他哦。好吧，还蛮好笑的。啊，这主角怎么那么好笑？哎、欸，这边骨头哎、欸，骨头，他也知道是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就把它收进脑袋里面的。你就不怕割到自己的脑袋吗？好吧，这要干嘛？我要上去的意思吗？咦、欸？然后呢？上去吗？我妈做热气球，耶、yeah, ，好棒哦 ！Let's go！ 哦，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举起来，然后拿斧头敲它。为什么是拿斧头敲钉子？你应该拿锤子敲钉子啊！你拿斧头敲钉子。嗯，好吧，有一种斧头是双面斧，就是一边是锤子，一边是你可以砍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做热气球。所以刚刚那本书是干嘛？那本书不是说什么？哎，那本书上面不是什么腰果跟什么蛙哥的，然后可以抓那只老鼠？结果好像也什么没什么屁用。嘘，哦 ，goodbye， say goodbye，、卡住了。Say goodbye， 干什么啦？你叫我这样吊得住了？你在表演特技哦？哎，斧头嘞？哦，这样哦，砍掉了，然后斧头就丢在那边。哦 ，Let's go。所以我们是闯到别人家里面拿别人家的气球吗？怎么那么过分？好了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鱼吗？这是羊？哎，那是羊哎。前面那只羊还在这边呢，是什么？干嘛？啊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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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是什么益智游戏吧？好像俄罗斯方块，好像那个什么那个什么，不是有一款游戏是那个什么什么老鼠过山洞啊什么哥的？那过去啊，下去，我不能下去哦。下，
过来。所以我们是要创造一条路给他走就对了。嗯，这就不用往下吗？好吧，动脑时间，这应该往下，这个也往下，然后这个卡住了，下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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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个过来了。这里过来，然后这个往下，这个过来，下来，上去，过去，然后呢？这边在干嘛 ？What can you do?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? 这我看不懂哎，这里要干嘛？嗯，我真看不懂哎，这要干嘛？还有黄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粉红色，什么个什么色、什么色、什么色的？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拉过去吗？去，只拉过去搭那个火箭而已啊！你搞半天，到底是怎么会有个火箭在这边？很奇妙的，你那那只绵羊都不会死掉吧？那只绵羊在那边飘啊飘的，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啊？不好意思，你是人造卫星吗？你不刚不从那边冲过去吗？怎么从那边出来了？你不要那么抢戏好吗？现在时间是11:29，你要飞去哪里啦？你飞来飞去的。这游戏真的很搞笑，你就不会直接从那边飞过来哦？飞一半天哦，这什么？重点是这边你有氧气吗？谁？什么声音？什么？怎么又是你？就是你绑架我家的狗！啊！别别别别！讲什么啦？听不懂啦！10分钟哦，已经玩那么久了。所以这边是，这是戴眼镜、长胡子，往这边的。对，这里是，也是月球吗？哦，什么？啊，我被吃掉了。哦，这是胃袋吗？这是食道。看他吃了多少东西。这边是那个怪物吗？怎么感觉有其他东西？哦，这是他的身体啦。为什么他身体会有激光？然后呢？推推推。哦，这么好玩！哦，过不去啊！摸它，推，推推推推推推不动。这是嘴巴里面那个东西吧？那个摸起来很好玩的那个东西。所以我是人拉一个，拉过来，再拉过来。所以我整拉一个，阿力那怎么办？啊，先过来再说。嗯，完全没用。有什么道具吗？没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有根毛。嗯。哎、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要拉后面那一个。来来来，过来，再过来。我拉后面那一只，然后用毛去招它，不是吗？嗯，不是啊、哦，好吧，我错了。乖乖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拉他吧。嗯，我怎么拉他？哎，怎么？哦，可以把他绑在一起啊。哦，早说嘛，然后就直接拉就好了，两个一起拉。嘿，开心。Go go， 我们可以步步前进。人家是步步前进，你是用背爬。你在演什么？骇客任务哦。那是他的肛门吗？
感觉身上有屎味。这根是根棒子，打狗棍吧，不要跟我说你要收进你的脑袋里面。哦，不是哦，为什么你举起来又放下来？这边是要撑杆跳的意思吗？应该是吧，撑杆跳。是的，然后嘞，这边有小石头，丢，你丢到哪里去啊？噔，你丢到那么远啊？什么漏气啊？漏气啊？丢。将敲到他，最好是弹那么远啊，再故意扯一点，这游戏再扯一点就好了。什么东西？你放出什么恶？你是外星人，就是你绑架我的狗。好吧，再丢一个。将，耶，哇，啊，是什么？不管了，先走再说。把我的狗还给我。现在时间是11:30。哎呦，你讲什么啦？哎，把我的火还给我。怎样？互看是怎样？哎，那个小孩在啊。哎，这个我不是把它遗留在前面那边吗？怎么还在这边？那你要的水晶给你啊，得一包啊。咦，我的狗，你就为了这个水晶绑架我的狗？啊，怎么？哈哈哈。啊、这次要是怎样？怎么？我们从这跑出来的？啊？什么？啊？那只老鼠是个丑女在。然后呢？破关了吗？不会就这么简单吧？真假？这游戏就这样了？所以我们还要回去吗？哎呀，是啊，所以刚刚那群人是怎样？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一个包裹，爱心礼物呢？情人节已经过了哦，根本没有从头下来啊！你看那个是根本屁用。啊，这里要干嘛？累了啊，累了一天，就为了救我的狗，累得要死。好了，这要干嘛？拉。这只线又在，好，结束了，就这样，好吧，点这里，点这里，是什么？是谁？1234567，什么东西？啊？啊？这是 B Boss 吗？B Boss， 这是制作人员吧？哇，这么有趣哦！Benny， 这是什么？必须什么？必须那个什么制作公司吧？他们应该是制作的名单吧？这里有马丁波子，马丁这是兄弟的意思吧？还有斯蒂法、皮特、The Michael、The Mark、都是马丁哦，都是马丁。The Lance Mark 可没看到。好啦，那这款游戏好像就只有这样子吧，就是基本就是一个有点恶搞的有趣的游戏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，这是 Fish 生命王哥没看。看清楚 ，Fish 有疑吧？好啦，那我游戏录制这边结束吧，应该就没了吧？就这样子，又没有别的东西了吧？所以这游戏，哎，这怎么收起来了？这是被收起来的意思吗？哎，什么？
所以这是隐藏的关卡就对了，是吧？好啦，所以这游戏就这样子啦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游戏啊。那就这样子，好啦，那我游戏录制这边先结束啦。如果各位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去按一下小订阅。喜欢这个游戏应该没有其他的就是隐藏的东西吧，应该就这样子而已啊，毕竟是这个励志的恶搞的游戏啊。好啦，那这款游戏就这样结束啦，那我会再找其他游戏来录制啊，先这样子啊，这样鬼鬼斯通。好啦，拜拜。